哎，老板。啊，你好。刚那女孩买的什么呀？啊，她刚买完这个墙砖，刚走啊。我这人手也不够啊，她自己啊雇个车拉走了。哎，您是她朋友吧？啊。你回头你得劝劝她，她肯定是被这帮装修队给骗了。这是市面上最好的墙砖，我在这市场干十几年了，头一次听说她说的这情况，贴不上。肯定是这帮装修队想自己包材料，赚差价。喂，方总，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。啊，我姐的新房子在搞装修，但是那个装修队好像不太靠谱。你看她也没什么经验，能不能？好，谢谢你。啊。